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系邝俊宇。今日2024年10月2号礼拜三啊，今节同各位网友一齐讲讲香港各大最新嘅时事热话。先讲讲咧有关油塘站咧有离奇事故噶。据报啊，有一个嘅男乘客咧，嗰件嘅恤衫咧系俾人笑穿窿噶。系点样嘅情况咧？同各位一齐讲讲。咁啊，另外亦都讲讲香港各大嘅最新热话消息。講落去之前，記得撳訂閱，免費訂閱邝俊宇嘅頻道。睇廣告越長，係對邝仔最大嘅支持啊！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。事不宜遲，先睇睇你一則最新消息。根據 HK 嚟嘅最新報導啊，有關油塘港鐵站噶，咁啊呢一位嘅男乘客咧，恤衫被燒穿窿啊！咁啊，原來係隔離位嗰個人嘅手提風扇冒煙著火，搞到佢咧受傷送院啊！內文提到今日10月2号早上8:57，警方接獲市民報警，話佢喺港鐵油塘站期間啦，佢嘅手提充電器即係個尿袋咧就冒煙起火噶。咁啊，救援人員咧就到場證實係一把手提風扇起火，咁啊火種已經熄滅噶啦。不過有一個嘅男子受傷，咁啊由救護車咧送去醫院噶。咁啊，現場可見啊，有個男子嘅左邊腰間咧係有被燒過嘅痕跡。咁啊，白恤衫咧係燒穿窿同埋分黑噶。佢啊，隨後咧係跟住警員同埋救護員離開港鐵站，上咗救護車噶。咁啊，警方就話啦，傷者26歲，並非物主嚟嘅。佢就話搭將軍澳線往北角期間啊，隔離位嘅男乘客嘅袋裏邊跌出一件嘅物件，然後冒煙起火噶。咁啊，燒到佢嘅恤衫喎，佢事後咧係落車走到月台等待協助啊。以上嚟自 HK 嘅一個報導啊，相當離奇嘅事故啊，一個嘅男子咧係俾人燒到個腰嘅，嗰件恤衫咧燒穿窿噶，不過就唔係佢自己嘅嘢起火，係佢隔離位個乘客跌咗把風扇出嚟，結果咧風扇當其時冒煙起火，咁啊燒到佢件衫噶，咁啊好彩睇到佢咧就冇大礙。咁啊，另邊廂咧，擁有嗰個嘅啊手提風扇嘅乘客去咗邊咧？咁啊，報道裏邊就冇提到噶，相關事故跟進當中。另外都講講呢單嘅熱話喎，根據 HK 另一個報道啊，天價白飯啦，28蚊一碗噶。咁啊，國慶啊，食尖沙咀餐廳。咁啊，小紅書女子大呻，俾人陰咗喎。網友就話真係唔好怪咧，港人不上九百屈。內文提到白飯要幾多錢一碗先至合理呢？有個女仔啊喺小紅書以尖沙咀國慶假期食飯離譜啊，咁啊違題發帖文啊，咁就話佢咧一行五人喺10月1号嘅國慶日假期啊，到尖沙咀幫襯一間嘅泰國菜餐廳，咁啊叫咗多款美食，仲有3碗白飯噶，咁啊點知睇睇帳單先至發現啦，3碗嘅白飯竟然咧係索價84蚊。即係28蚊一碗喎，令到佢感到震驚噶，就話啦呢一間嘅泰國菜啊，都算係經常去食嘅一間，咁啊平時都冇點過白飯噶，咁啊咁啱啊今日即係講緊10月1号啦，就想食呢個香葉辣椒肉碎，咁啊肯定啊要配一碗白米飯先至好味噶嘛，咁啊落單嘅時間咧又好少睇帳單喎，咁啊今日咧神推鬼湧啊睇咗一下。乜鬼嘢白飯3.84元啊？係咪搞錯㗎？咁啊，咁啊，唔少網友對於白飯嘅價格感到驚訝㗎，就話哇，真係天價喎！亦都有網友話啦，話香港真係繁榮啊！咁啊，白飯都28蚊一個，咁啊，晏晝深水埗啊，燒味外賣飯啊，先至18蚊。咁啊，尖沙咀真係專做遊客嘅生意，亦都話啦，禮拜六日啊，公眾假期啊，認真海鮮價喎。亦都有網友笑啊！香港咧真係水魚之都喎，不過亦都有網友認為啊，餐廳明碼實價冇問題喎，就話講真啦，你唔能夠用陰你咧嚟形容噶，你只能夠話冇睇清楚同埋問清楚就落單咁話喎。以上嚟自 HK 嚟嘅報導，28蚊一碗白飯啦，咁啊結果咧意外地成為咗網上熱話，咁啊皆因呢個女仔咧應該係11黃金周嚟到香港旅遊噶。結果估唔到咧，嗌咗3個白飯，成為84蚊，結果令到佢非常嬲，寫咗上網噶。相關嘅熱話咧，繼續喺小紅書廣傳當中啊。
另外亦都講講呢個數字喎，根據 HK 嚟一嘅報導啊，有關國際黃金週間首日21萬位內地旅客入境，咁啊煙花過後啊，跨境巴士站出現咗咧不返嘅人龍啊。內文提到啦，咁啊10月1日國慶日夜晚9點，本港舉行國慶煙花匯演，咁啊吸引咗33萬人啦喺維港兩岸觀看，咁啊當中唔少係內地旅客嚟噶。咁啊喺煙花匯演結束過後啊，唔少內地旅客選擇北上回深圳嘅屋企，咁啊喺太子維景酒店外嘅跨境巴士站啊，夜晚10點開始有人龍等住上車噶。咁有等車嘅旅客對於煙花嘅觀感有好有壞啊，咁啊都係覺得人太多啦咁樣話。以上嚟自 HK 嚟一個報導，咁啊尋晚咧放完煙花過後咧，都有一定嘅人潮咧就翻上內地噶。不過今次咧就冇之前嗰次咁樣咧咁論盡啦，即係講緊咧有啲旅客就投訴啊塞咗喺口岸啦，又話冇車又剩噶。咁啊講緊咧今次咧都有人龍噶，不過估計尋晚咧就消化得到。咁啊究竟係啊人少咗啊，定還是今次嗰個嘅系統咧做得好啲咧，就暫時未知，仲要有待進一步嘅資料噶。咁啊，另外亦都講講本地消息喎。根據 HK 嚟一個報導啊，筲箕灣食店廚房起火噶，濃煙湧出鐵閘喎。咁啊，消防到場撲救啊。內文提到啦，今日10月2日早上8點22分，咁啊，筲箕灣道326號至332號地下一間食店廚房發生火警，濃煙啊湧出鐵閘噶。咁啊，消防員咧到場撲救，暫時未有人受傷。據了解，人員已經聯絡店主返回店鋪了解，咁啊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調查噶。以上嚟自 HK 嚟一個報導，嗰間鋪頭咧啲煙啊湧埋出嚟噶，咁啊好彩有人發現兼報警，咁啊據了解咧至今未有人受傷噶，咁啊辛苦消防員啦。另外亦都講講呢單事故喎，根據 HK 另一個報導啊，屯門公路電單車自己炒車。咁啊，司機頭部流血，送院治理噶。咁啊，往屯門交通擠塞喎。內文提到啦，今日啊，10月2日早上8點52分，屯門公路往屯門方向一部電單車駛至近小欖嘅時間失控，自己炒車。咁啊，女電單車司機嘅頭部受傷流血噶。咁啊，救援人員接報到場為佢檢查。咁啊，事主清醒噶，被送往屯門醫院治理。咁啊，現時啊，屯門公路往屯門方向交通擠塞噶。另外亦都講講呢單事故喎，根據 HK 另一個報導啊，粉嶺公路貨 van 硬冚水馬再翻側噶，司機一度被困，往上水方向交通受阻啊。內文提到啦，今日10月2日早上9點20分，一部客貨車沿粉嶺公路往上水方向行駛噶，都近啦和合石嘅時間，疑似失控撞向水馬，繼而翻側噶橫塘路中。咁啊，客貨車車頭嚴重損毀，司機一度被困噶。咁啊，由消防員救出，佢受傷噶，送往北區醫院治理。咁啊，意外起因仍然有待調查啊。以上嚟自 HK 嚟嘅報導啊，屯門公路又撞車，粉嶺公路又撞車啊。咁啊，講緊好彩都係小意外啊，傷者送院噶。另外亦都講緊呢單消息啊，根據 HK 嚟一個報導啊，青衣有間酒店裏邊啊，有個男子咧疑似係燒炭自殺噶，咁啊昏迷送院搶救當中。內文提到啦，今日10月2日上晝10點48分，警方接報啊，青衣路1號一間酒店咧有人自殺噶，咁啊救援人員到場啦，一名男子疑似咧係燒炭沉死，咁啊昏迷不醒噶，咁啊救護員將佢送往瑪嘉烈醫院搶救。咁啊，警方正在調查佢嘅身份同埋尋短見嘅原因喎。以上嚟自 HK 嚟一個報導，咁啊講緊咧發現嘅時間咧，佢已經昏迷咗噶啦，咁啊送院搶救當中，暫時未知佢嘅身份喎。另外亦都講緊呢單消息啊，根據 HK 嚟一個報導啊，有關土瓜灣女子墮樓噶，倒卧馬路啊，浴血當場不治噶。內文提到啦，今日10月2日凌晨2點幾，警方接獲多人報警噶。話有一位老婦人啊，受傷昏迷倒卧於土瓜灣道237號一棟大廈嘅對開馬路金。咁啊，救護員接報到場，證實女事主當場死亡金。咁啊，警方懷疑女事主咧從高處墮下，正在調查事件。咁啊，就現場所見啦，警員用白布遮蓋遺體，白布染血嘅，咁啊，現場留低少量血跡。
以上嚟自 HQ 另一個報導啊，願死者安息。咁啊，據報死者咧係62歲，姓張嘅女事主嚟噶。佢咧就住喺上址噶，喺上址嘅天台墮下。咁啊，暫時未知佢尋短見嘅原因喎。我係礦仔，我哋下節短片繼續傾偈。